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七月十一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陈怡晶。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通尼基甲叙利亚大地震已经死超过24000人，叙利亚因为长期内战和国际制裁，搜救队甲物资拢送袂入去。美国阁发现不明的飞行物体出现伫领空，总统拜登下令甲拍落来，按奈白宫并无讲这敢是中国的第二粒间谍气球。世界棒球经典赛昨公布的海报，甲台湾闹到去，但随发出抗议。今仔日官方改一版新的海报，主办单位嘛会失礼。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土耳其甲叙利亚初六发生规模7.8大地震，死亡人数已经超过24000人。目前国际搜救人力拢集中伫土耳其。啊，那叙利亚灾情嘛真严重，煞因为长期内战和国际制裁。目前仅驻守伫叙利亚的罗西亚军队咧搜救灾，包括搜救队甲物资拢送袂入去。土耳其正用的加济安泰普告捷有新的回人，甲伊查某囝和救援人员找到幸运逃生。进前为墨西哥来救援队伍，伫土耳其东南部灾区一个安迪亚曼，用当前机具挖开大量土石，同时出动搜救犬，想要找出要困伫土石堆内底生还者。外电引用的统计显示，目前为止土耳其方面救出来人数已经超过8000人。为印度来特别医疗团队，也伫瓦近地中海的边界都市伊斯肯德伦设临时的医疗站，救治受伤的人。The number of patients who are coming seeking medical attention is progressively increasing, and today, so far, we have already seen that the team has received more than 225 patients.另外，伫国家另外一边的叙利亚情形都较复杂。首先是进前的叙利亚内战期间，欧美指控阿塞德政权动用化学武器对抗反恐军，所以启动各种制裁，也让国际救灾队伍甲物资无法度进入。所以伫地震传出来头几天，只有俄罗斯伫当地驻军，就近支援灾区的搜救甲分散救灾物资的工作。所以包含天主教教宗方济各等国际人士呼吁欧美应救解除制裁，让人道救援工作能顺利进行。美方的决定是只针对包含国际汇款者的救灾支援，同时是以半年时间为期限。然后救灾不只是制裁措施，内战期间的交战派系互相阻挡也是重要原因。这次叙利亚灾情集中的西部地区，分别由政府军加美国支持的库德族反抗军控制，彼此封锁边界，让救灾物资车队无法度通过，也让热心支援的队伍感觉真失望。公视新闻综合报道。土耳其甲叙利亚地区翻身，目前各在救灾。台湾毛派130个人加5只搜救犬。因为厝倒下崩，人派弄入去厝壳内底，就要靠搜救犬找存活者。不过厝下甲玻璃脆高高，搜救犬是够擦着伤，甘需要甲因穿鞋啊嘞。有兽医表示，予狗仔穿鞋会当保护脚，不过若穿袂惯时，颠倒袂晓行，搁较危险。厝倒壁歪，钢筋捅出来，搜救犬弄入坑旁，打着喙尖啊大声叫。AA 真歹入去的空间，也由搜救犬拍头阵。这个犬无遐简单，伊真响的叫声，呼救性命，提振人心。要打什么？也毋过环境真歹，这个搜救犬脚却擦着伤，一直流血，兽医赶紧进行医治，好在在隔天刚病情好起来。搜救队踮伫真歹环境，伫沿海强要倒的所在找找生命迹象，也会面临地震波的威胁。地震管甲狗仔拢是真大考验，只是狗的脚开去互尖的物件擦着伤，多数狗仔拢无啥会穿鞋，因为若穿鞋会互因的抓地力触感变差，恐该带来更加致命的危机。是很为难的，就是你穿鞋子的确目的好像是可以预防一些玻璃的切割伤，但是对他自己去评估这个地方的感受度会有所打折。
即摆咱国也派出两批次搜救队，有五只搜救犬到底救灾。这位随队兽医，逐天利用浪忙的时间，赶紧详细巡视照护因。国内兽医伫去年救治已成立工作犬发展协会，希望确保搜救犬的动物福利。佮指出，比起杀着伤，搜救犬执勤会面临佫较危险的跌倒摔落的风险，造成骨头一起气血向顶伤势，有一挂甚至有气无转来，失去生命。记者综合报道。胡公山新婚法师二月初五对佛祖去啊，后礼拜伊要办完结个赞颂典礼。即几天有一挂中国信众甲宗教人士要申请来台湾，送大师行上尾一撮路。不过其中一团有十二个各代办统战部门的官员，而且嘛无讲清楚要来台湾的原因，无照规定办申请，咱都无核准引入境。佛光山开山总长新婚法师初五圆寂，民众党党主席郭文铁、杨静怡副议长陈文灿在一拜六中昼先后来到会场，送大师最后一程。提休提敬新婚法师的圆寂赞颂典礼要23举行，中国香港有上百位的信众、宗教人士申请来台湾悼念，其中包含中国前宗教局长叶小文在各代办，也有统战部门的官员也提出申请，不过立委会无核准入境，让中国政府改头是不顾到领导主义。交流比交流好啊，对话比对抗好，就这样。郭文铁认为主动入境无必要，陈文灿是讲叶小文早伫个前总统马英九执政时期就被注记了。宗教局的原局长叶小文，他在2009年，那么在台湾的访问期间，那么有遇到了一些抗争跟抗议，当时的马政府，那么有把他注记。所以中国官员入境悼念引发议论，立委会澄清已经核准新婚法师中港的亲友加信众总共120人入境，也佫包含12名官员在内38人访问团，并无说明来台湾原因。受理佛光山的申请案时，并未看到陆方所提出包括12位官员在内的38人系以吊唁团的形式来台，也没有表达系以团进团出。刘委会强调，欢迎中国相关人士会使如期来台湾共同缅怀新婚法师。不过，也希望各代办联络刘委会，以基于的联络机制申请来台湾。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因为间谍气球的争议，美国甲中国的关系变甲更加紧张。即阵，阁亲像有不明的飞行物体出现伫美国领空阿拉斯加的天顶，总统拜登下令甲拍落来。不过，白宫并无讲，这敢是中国第二粒间谍气球。美国和中国最近因为侦察气球造成关系敏感，敢那阁有不明的飞行物出现在美国上空。美国白宫证实，五角大楼最终出现在阿拉斯加上空的高空物体，飞行管道大约40000米。美国总统拜登七十下令拍落来，美军出动F-22战机顺利给拍落来。The object was flying at an altitude of 40,000 feet and posed a reasonable threat.To the safety of civilian flight. Out of an abundance of caution and at the recommendation of the Pentagon, President Biden ordered the military to down the object. And they did. 这是拜登一礼拜来下令拍落第二个飞行物，是不是中国第二粒侦察气球？可比无证实。这个物体来自多一个国家，就是讲寸尺甲小客车差不多。对于侦察气球的争议，美国副国务卿雪曼讲，中共努力重塑国际秩序的另外一个迹象，也关心中共加大对台湾胁迫的力量。Our policy has not changed. What has changed is Beijing's growing coercion. So we will keep assisting Taiwan in maintaining a sufficient self-defense capability. 他讲美军这摆拍落飞行物体行动是基于飞行安全，美中关系应该袂更加紧张。关键在乎中国三个召开全国人大甲政协会议，习近平必须甲重心放伫维稳国内情势。美国他现在采取的是一种，就是说，边缘的一个外交行动，也就是第一方面，他对于入侵领空的这些飞行器，就是采取强制手段。那第二个，他还是就是在外交上，就是保持跟北京可能的这个对话。美中维持战略竞争局面，学者讲，美方在经贸议题跟中方维持低限度交流，对军事科技继续采取围堵和封锁，立场是真坚定。记者综合报道。就好亲像咱台湾中央银行的日本银行，现任总裁今年4月要落任，副首相岸田文雄看上目要接总裁职位的，是东京大学的教授石田和男。
若准国会通过，石田浩南对正做头一个毋是官僚体系背景的日本银行总裁。78岁奥田东干是伫已经过身首相安倍晋三登来担任总统大臣了后，伫2013年接替北川弘明坐上日银总裁大位，到后个月满2年拢做10年的任期。奥田任内努力合作推动所谓的安倍经济学，那货币宽松是其中的重要一环。日银总裁换人，各方关注未来的日本金融政策走向。石田浩南提早接受访问，都强调关系货币宽松这一部分是未改变的。现在呢，日本銀行政策は適切である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ています。いずれにせよ現状では金融緩和の継続が必要である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ています。包括现任总裁奥田东干，加进行传出的个人人选，包括前后担任副总裁的中山宏加吴强正家。日本媒体引用财经官员的话讲，金融政策是真复杂，不是伫银顶官僚体系出身的人，恐惊真歹掌握。也毋过最后说是学者出身的石田浩南出线，和财经官员不了意外。金融政策は景気と物価の現状と特に見通しですね、先に。これに基づいて運営しないといけない。財源官員分析指出，十年得到岸田首相介意的原因，除了伊本人无真高的政治色彩，会当伫朝野之间取得平衡。同时，岸田内阁伫支持率落低的时刻，需要党内安倍派的支援。加上面对全球物价起，强调货币宽松的安倍经济学是日本需要继续的路线。记者综合报道。镜头转来到国内，新北市长侯友宜今仔日伫屏客天顶做活动，邀请嘉南市长谢国良、台北市长周万安、甲桃园市长张善政，拢总四个县市的南洋首长召开嘉南、新北、桃园合作交流平台会议。这四个首长秘书讲好势，拢穿白色的运动外套，营造团结的气氛。侯友宜强调讲，平台就是要讨论未来要安怎分享资源。嘛，达成社福、交通、艺文三大共识。桃园市长张善政希望讲，交通月票会当赶紧来推动。啊，那未来后丰台甲这四个县市，敢要做伙办咧？因是讲会阁继续讨论。高雄小港大拿埔千村案举办第四场说明会，自救会成员阁在抗议，讲市府征收计少上低，居民的土地要换市府指定的土建地。一边上无，阁爱贴15万，沙庄就等于讲是欠少，实在是袂好。啊，那市府表示新方案会甲征收的计少更有关。大拿埔千村自救会成员透早就伫抗议，因为千村案在召开第四场说明会，但成员认为市府征收的费用过低，农地爱两片外才会当换买一片建地。地坪无够，弱势农民还是居民，每坪都要家己加开至少15万，千村都要负债，互因无法度接受。你甲我征收14万5，我出去我买一坪，我爱以13万来、30万来算，我还阁贴15万5，对无？啊，等于着你愈弱势愈艰苦嘛。唔拿自救会成员有意见，说明会顶冠未少居民认为，市府爱居民家己拆原本的徛家，就应该提供安置费甲搬厝等补偿，而且伫千村案完成进程，暂停中油点啊加等新的工程入来。对此，经济部长吴美花甲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会听民众的意见。即摆搬过啊一平40万，所以咱伫遮大拿埔遮一平换一平换过迄边遐，捷运黄线也位啊过，未来。咱遮包括病院、包括学校、包括遮咱的四大人的，不管是社区关怀据点、日照中心等等功能，会阁愈完整。高市大发局表示，会继续替居民争取更加侪权益，包括去社会体提供予无房无地的居民申请来住。所有自商土地协议购买的计数，会对每平14.05万提悬到14.5万顶，会尽力协商，希望达成居民上大的共识，保障居民的权益。记者陈宏宇、陈显坤高雄报道。2023年世界棒球经典赛 A 组的预赛要伫台湾举办，不过官方昨公布海报，却干那找无咱台湾的队员。咱台湾随甲美国职棒大联盟表达抗议。今仔日官方已经改一版新的海报，主办单位嘛已经回信了。
做这种让球迷伤心，然后让这个棒球这个运动有其他非运动事项的考虑，我觉得这个都其实是不好的。那我们不希望，虽然这个大联盟已经在最短的时间内回应正面的回应并道歉，那我们还是希望这个主办方要多多去留意这样的一个事情。会当看到新海报顶端有台湾队林子伟、甲荷兰、古巴、意大利和巴拿马的球员，因为官方昨打出来海报，甲咱台湾闹高气，咱台湾提出抗议了后，海报已经修正啊。比赛主席嘛发声明回实的，嘛强调讲真珍惜伫台湾办比赛机会。安德讲到自控制三年第一届亚洲杯五人制 U18 棒球锦标赛，台北伫马来西亚举办，拢总有七队，台湾队预赛排第一，而且咱台湾今仔下晡阁拍赢中国队，摕到金牌，会当继续比今年的世界杯。中华队带着预赛第一的战绩，以上好状态来到冠军战。先攻的中国队首局虽然先抢一分，中华队一局下半局随来反击。中国队首比胜后了乱流，中华队一粒攻下八分，这个大局奠定比赛胜利，10-5摕到头一场的胜风。比赛进入第二场，中华队一局下半局就先抢下两分，而且前两局已经是首比，和中国的打者连扫拢也未扫就出局了。中国队第三局顶半局来咧比这个比数，中华队下半局搁再抢一分，而且四局下半局搁再增加两分的保险分，5-2领先。严过五局顶半局，中国队赶紧来抢分，满垒搁无人出局。中华队比6-4有够紧张，严过这边搁再抓中国队一个出局，比赛就使提前来结束了。我们来接赛的两场比赛拢赢，中华队第三战两胜的赛制胜利，拿下头一届亚洲杯五人制 U18 棒球锦标赛冠军。选手真的很辛苦啊，这个比赛很激烈，速度节奏都很快，选手大部分都多少有一点上来，可是真很高兴他们能达到冠军。伊台中七位班底少年球员，两阶段总共12天的集训，头一摆比赛就摕到首届亚洲杯五人制青年组的冠军。总教练林兆宏讲：“出来学经验，好好备战了后的世界杯。”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竹市农会今仔日办一个活动，和平众体验烤菜头，大人囡仔来到现场，拢烤甲真欢喜，讲明年搁要来。囡仔体验烤菜头，每一个人拢感觉真新鲜。烤到的菜头大也细，拢嘛好歹离温。也有个人过无偌久，就烤规大堆，家己炸来底啊，拢无够底啊。你前有拔过萝卜？那觉得拔萝卜好玩吗？好玩。现在很少农田生活啦，想说让他们体验看，因为我们都住都市，对，所以想说有这个机会就很难得，所以带他们来。我觉得是给他体验，体验一下拔萝卜的趣味啊！觉得发现原来萝卜是用拔的，不是用挖的。新竹市农会在伊即天特别开放菜头园，让市民来这烤菜头，除了趣味，也希望大家知影做餐人平常时辛苦的所在，会当加接触大自然。亲身的来到我们港南的萝卜田，然后脚踩着农地，手触摸着我们的泥土，用实际的行动。好，亲身来体验我们在地农会，在地农业。现场不少人都是第一次体验烤菜头，不论大人囡仔拢真欢喜。小姐明年搁要来，也准备把满满的菜头炸回去处理，做各种无同的菜头料理。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七月之一是世界母语日，教育部今仔日伫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摆摊，希望透过多元的活动，让民众认识本土语言的水。青蛙嘛，对不对？青蛙台语叫“参甲棒”，参甲棒。今仔对工作人员用台语认识动物，日一就是世界母语日，伫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教育部下卡各图书馆等等单位拢来摆摊，推广母语。啊，咱用较开放的心肝吼，
来讲家己的母语，嘛爱接受别人的母语。啊，这个是一个在教育推动这个语言多样性的啊历程啊，大家啊共同有了心境。我的来唱一首台语歌，讲北音的学问是有够大。大人囡仔伫台顶唱台语歌，但是推广台语文无亲像客语有客家委员会，关注民语有关民会，台语文并无同款层级的单位。因为台语啊，佮台湾手语这一部分无专门的部会咧推设的时阵，台语的部分由文化部来做较大部分的工课。那阵无一个专职单位来全力推动来讲，其实这就是相对这个效率或者是这个效果是较歹的。学者指出，除了台语文专职单位，也要有国家语言研究发展中心，以更较悬的层级去调查台湾各群体母语的保存状况，建立资料库等等，推动全国各族群的母语。记者郭文正准由台北报道。天气报你知，明仔在台湾各地甲平湖拢是侪分到好天，敢若东半部甲恒春、金门、马祖会落地渐雨。另外，西半部地区甲外岛交大雾，民众若要出门，就要注意。明仔在天气变化，做伙来看各县市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6度到26度，中部地区16度到28度。南部地区17度到31度，东部地区19度到28度，外岛地区11度到23度。阁有未来三天的天气。自控制数年，巴黎奥运甲家母的霹雳舞列作比赛项目，台湾嘛咧备战。啊，那咱台湾有真侪少年囡仔受到欧美、日本、韩国文化影响去学家母、跳家母，甚至是出国比赛。稍等下7:30，青春咱的网带大家来看少年囡仔的故事。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陈怡晶，明仔日同一个时间，咱再会。